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800弦的老大哥，2100弦的郭奋笑。今天呢，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新赛季的剧本啊，能为战斗带来哪些新的帮助啊。首先来看第一个更新啊，就是这个个性系统啊。最近看我玩这个《三国志14》的兄弟啊，肯定对个性系统不陌生啊。尤其在《三国志14》中，个性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啊，对战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这个个性系统中，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它应该是属于一个玩家都能够逐步进行解锁和学习的一个个性啊。它主要的提升是对于这个征兵的这个速度、征兵的上限以及这个内政啊进行一个强化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个性主要分为三个啊，一个是兵道、王毅和军用啊。兵道基本上应该是对于这个士气的提升呀，各方面啊。然后王毅的提升主要是对于这个就是资源的产量呀，还有这个铜币的产量呀，还有这个驯马、招募以及这个演武场会有一定的强化啊。然后军运上主要是对于一个这个行军速度的提升啊。还有这个盾墙和牵制，我想应该是一个嘲讽的作用啊，然后还有一个防御力上升啊，最后的这个什么楼塔火计啊，看来也是一个可以一个使用的一个命令吧，对这个战斗的影响可以说是有，但是作用不大啊，大家看看就可以了，只能说是一个新的玩法啊，是一个新的新颖的点。但是具体的作用还要在这个游戏上线以后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作用啊。第二个，这个城池建筑啊，其实这个在《三国志14》里面也有体现啊，主要是就像那种箭塔呀，还有什么阵呀，还有什么士兵八卦呀之类的，就是对于这个进攻、防御和后勤的提升啊。进攻的提升就是可能会对你的这个队伍的加成啊，防御的提升就是你驻守的时候可能会获得这个就像九宫八卦一样的提升，然后后勤肯定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补兵啊，可以恢复士气啊之类的，是吧？其实跟一个营地的作用也差不多啊。然后再看这个同盟计策，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PK 赛季的这个摧城拔寨也好，或者说靠场三军也好，对那个战斗的提升还是挺大的，尤其是摧城拔寨啊，对于这个破龟甲阵啊有着极其好用的效果啊。尤其我们这赛季就是通过这个摧城拔寨啊，一步一步的这个扩大自己的这个霸业的领先地位啊，所以如果这个能够就像他说的72小时刷新一轮这个计策库啊，其实对于这个战斗的战略性的提升啊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最终的效果啊还是要看这个更新以后它给到哪些计策啊。山道渡桥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就是为这个游戏增加一些奇袭嘛。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啊，这个山道渡桥它的修建速度是多少，以及这个山道渡桥可以修建多少次，修建的速度主要是决定你这个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发动奇袭啊。有些时候你刚修好之后人家的城已经卡在这了，那你就白修了，对吧？修建的次数也不能太少，因为有的地方如果你刚修过去，你想开辟一个战场去那边打，然后对面堵住了，然后你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开，然后去分散的去进攻对面的一个点啊，就是化整为零的去进攻的话，是需要多个口一起突击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每个人上线时间不一样，如果能够达到一次性摧枯拉朽的这种优势的话，最好是集中在一个点，但是它这种分开这个多路行进啊，化整为零这种作战方式啊，就需要有多个口进行一起突破才能取得一点进展啊，所以希望这个策划能够在这个山道渡桥的这个设计上啊，能够对次数和这个修建速度进行一个优化啊。其实可以看到啊，本次更新主要针对的这个《三国志》战略版的两个弱点啊，第一个是节奏慢啊，它可以通过这个个性呀和这个城池建筑提高这个作战的速度啊，让大家这个调动到前线的速度和征兵的速度能够有一个提升啊。第二个主要是针对这个龟壳阵的这个无解啊，大家利用这个九宫八卦卡住这个主要道路，让兄弟们只能冲98啊，很难受。然后用这个计策和这个山道渡桥来破解这个龟甲阵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今后的大战希望可以在这个平原上啊进行这个硬碰硬的作战啊，也是挺爽的。但是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啊，更多的肯定还是要利用这个九宫八卦的啊，以及现在这个更新后的这个城池建筑啊，也是以后未来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点啊。但是其实这几个后面这三个提升啊，都比较考验同盟的这个管理层的水平啊。如果管理层的水平不够的话，也是会形成这个致命的失误的，所以以后对于这个管理层的选任呀，各方面啊，肯定是会比以前更加的谨慎啊。好的，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你能够喜欢，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分校也入选了这个北定中原的这个先锋测试服啊，接下来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新赛季的爆料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拜拜。